别跑嘛！你干什么？哎，呀！我现在碰过。老爷，喝茶。啊，好好。爹。啊。这些又是做生意来的。是啊。您这种没本的生意要做到什么时候啊？你看，你又来了，你跟你娘是一样的。爹，您忘了，娘她是怎么……好了好了，那是她没福享受，快把这个收起来，我还有事啊。嗯。爹，盆里有水，您还不想洗洗手啊？哎，我打竹板进家来，这一间两间好买卖，这也有买也有卖，这金招牌银招牌，它里里外外挂出来。哎，这个翻山海水间，是遍地起狼烟。这化身千千万，是一朵紫罗兰，这一朵紫罗兰。爹，这熊啊！哎，我打竹板迈大步，眼门前来到铁匠铺，掌柜的你发发善心，行行好，金银财宝装满库，外带去一个好媳妇。跟你说话不搭腔，掌柜的，我叫你头上长大疮。铁匠铺光卖铁，臭小贩子是你爹。你再贫嘴，我就揍你。你看看这个，黑虎听令，明天中午突击岭待命，不得有违。是，请问，是不是当家的出面？当家的化身千万，你不是白问吗？哎，他这边写着大灯彩，是那边写着大贱卖。这大掌柜的才开张，这傻子进家来拜访，我一拜君，二拜臣，三拜胡子大量人。白山黑水间，遍地起狼烟，化身千千万，一朵紫罗兰。给你。请进，请进。啊，突击岭，天牌呀，地牌呀，骨头牌哟，还有个人牌那楼在怀，小妹妹大呀白哟，那一呀嘿。我们是佟家宝，佟当家的手下，请报个山头，贵当家的是谁？你不会看看车上吗？啊，紫罗兰。
在下丁小泉，通家宝跟紫陌兰当家的无冤无仇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，请高高手，让个路给兄弟个面子。一张纸画个鼻子，你他妈好大的面子，还不把东西留下，夹着尾巴滚开！哎，别太过分了，你们打听打听，童家宝可不是省油的灯啊。好，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咱们就是冲着童大仇来的。创家！啊啊啊啊啊我留下了，也不打收条了，快回！二当家的，啊，货被紫罗兰劫了，是不是有人走漏了消息？不。这就是背叛我的下场。二当家的，我对您可是忠心耿耿啊。二当家的，我也是的。我谅你们也不敢。说，紫罗兰在哪儿？不知道。明天我跟你们去看看，紫罗兰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变的。教授，不会少。哎，你好，哥，走，走。哎呀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又叫小桃红给缠住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，天地良心呐！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把完三杯再说。对，三杯，来。啊，我喝六杯，我都喝。喝。
平常喝酒像吃药一样，今儿个怎么了？佟大仇叫紫罗兰踩了，我心里的痛快就别提了。哦，怎么回事？黑吃黑啊，佟家宝抢了一批皮货，还有人参，半路啊叫紫罗兰给劫了。哦，紫罗兰敢在佟大仇头上动土？哎，这倒新鲜，还不是胡扯淡吧？哎，扯淡是这个，我是听佟家宝里边人传出来的。那他妈佟大猴子不是气炸了？还差一点撅过去。好，咱们值得高兴，咱们喝个痛快。哎，小二，来一斤高粱。来喽。二当家的，丁爷、李爷、朱爷，几位您一块请。外头一样。啊。哎，今天是什么风把二当家的和丁爷给吹来了？别他妈巴的跟这儿虚情假意了，有什么好吃好喝的就拿来吗？哦啊，是是是是。来来来，喂，你住在附近还是过路的？哎，小子。问你话，你听见没有？把帽子摘下来，让我瞧瞧你是个娘们儿还是条汉子。兰当家的怎么个称呼？紫罗兰，我也正想会会他。哦，那么这是一场误会，兄弟我想交你这个朋友。不敢高攀，二当家的开心也寻够了，告辞。哎，帽子，哎，大爷，您的帽子。哎，嗯，哎，谢谢大爷，谢谢大爷，大爷慢走。你看看你，快喝喝燕窝粥压一压吧。大哥，你别气成这样，你罚兄弟好了。老二，在这凤城一带，提起你双拐无奇，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，怎么会这么熊包呢？你不知道对方的武功？我当然不知道。丁小泉吃紫罗兰的亏，还情有可原。你怎么会被一个无名小卒给唬倒呢？小史啊，平时你他妈了个巴子不是神得很吗？怎么会让人家在脸上画了个大乌龟呢？笑什么？亏你们有脸笑妈了个巴子，该自己尿泡尿淹死。那小子长得什么样子啊？长得挺俊的，脸蛋是脸蛋，个头是个头，像他妈的你哦，脸像个屁股。哎，对了，当家的，你看
那小伙子会不会跟紫罗兰是一伙的？什么？你说那小子是紫罗兰的手下？嗯，我是这么想。我问过他，不承认。紫罗兰曾经扬言要对付佟家宝，这个无名客又在咱们一亩三分地里撒野，恐怕事出必有因。哎，咱们混了大半辈子了，难道还会怕一个蹲着撒尿的娘们儿？哎，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怎么说呀？他们顶多丑冷子捣捣蛋，难道还敢动咱们佟家宝一根毛？大哥，咱们也要防着点。俗话说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哎，对对对，刮风要下雨，放屁想拉屎，这凡事啊都有个预兆啊。妈了个巴子，你个骚狐狸会不会说句好听的？哎，我说的可是至理名言呐，诸葛亮一生还靠谨慎呢。好了好了，别把窑子里学的那一套都给抖出来了。切，他妈的，哪壶不开你提哪壶。妈了个巴子，骚货！这他妈的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小史啊，他妈了个巴子，丢人现眼还不够是不是？我哎呦！传我的话下去，从今天起，没有事谁都不准出宝，要是再给人家捡了鞭，我绝不轻饶你们。是是，老二，你拿我的大红金铁。带200根条子，亲自跑一趟，去见莫处长，向他买50只汉阳道的长货，20只大丁面的短货，再弄2挺东洋道的机关枪来。是，我倒要看一看，紫罗兰是个什么玩意儿变的，居然敢来找我佟大仇的麻烦。对，大哥，这样一来，不仅紫罗兰不敢再侵犯您的虎威。就是各地的胡子帮，也得对咱们佟家堡退避三舍。嗯，你们不准走漏风声啊！是。大哥，这么早就起来了？哎，大哥，你也要出去啊？哎，哎，娘不知道我昨天回来很晚吧？哼。你以为我是聋子？娘，天还早，您不多睡会儿？你到底在做什么嘛？啊，天天一大早就出去，到3更半夜才回来。找工作嘛，娘，我一个大男人，总不能光吃不做。那就在家里照顾照顾那几亩薄田吧。娘，您知道庄稼活我不会，我在南方上学，学的是商。什么商不商的？横竖还不是做生意吗？哎，当初跑那么远念什么书啊，连我抱孙子都耽误了。娘，做生意是门学问。哎呀，算了吧，你二舅只念了2年私塾，还不是一样做生意，自个儿当大掌柜的。娘，这不同啊。哎，怎么样才能跟您说清楚呢？哎呀，那就别说了。翠姑，别洗了，过来。是大娘。你在南方这些年来都是翠姑照顾我，现在你回来了，你们俩的事儿什么时候办一办呢？娘，过阵子再说好不好？我出去了。天心，说好了再走。那您做主好了。嗯，好。啊，晚上早。等一等。请问你是不是紫罗兰？阁下是哪路的朋友？在下白天行，阁下是不是紫罗兰大当家的？嗯，
不错。人的名，树的影，光凭这份气势就不同凡响。谢谢夸奖，白朋友没事儿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哎，慢点。哦，白朋友有事儿。传说大当家的像陆地飞仙一样，在下想领教领教。传闻失实，白朋友别当一回事儿。再见。哎，大当家的，别慌啊，找了你好多天了，怎么能失之交臂呢？那白朋友的意思，下马咱们比划比划。我不想做这种无谓之争，而且我还有事，恕难奉陪。驾。哼，娘们儿就是娘们儿。白天行，嘴里干净点。行，只要你答应较量一下，不然哼，我还有更难听的。在下佟家宝吴奇，请朋友也报个山头。哦，又是你。是啊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他就是紫罗兰的炮头黑虎。哦，兄弟想请紫罗兰大当家的讲话。姓吴的，你跟我们炮头说也一样。好，我是说道也有道，凡事可一而不可再。嗯，说的也是。那这次咱们见见面，分一半好了，留个交情给二当家的。妈了巴的，这算什么交情啊？分明是把我们佟家宝当成烂柿子，要怎么捏就怎么捏啊！他妈的，跟他干！不要胡来，照炮头的话去做。啊！石头！你们太看低吴某人了。炮头总该知道“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”这句话吧？枪械弹药早就平安运到佟家堡去了。吴奇，我杀了你！啊！
把他带走啊。杜奎，当家的，杜奎该死。先不要提这些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中了吴老二的计，黑虎也给他们抓走了。都是白天行坏的事。谁？莫名其妙的一个人，先别提他了。你们弟兄们好好的养伤，等我的命令。紫罗兰到底是谁？在什么地方？他妈了个巴子的！这个小兔崽子，是钢打的还是铁铸的？要不要试试我新发明的那个玩意儿？有什么新花样都使出来好了，吊什么胃口呢？是。小泉，试试那个玩意儿。好。这叫什么玩意儿？这叫点天灯，十指连心。这个罪可不是人受的。亏你想得出这种鬼名堂，缺德还带冒烟的。大哥夸奖了。管。灌凉水可没什么新奇啊，灌酸醋呢，再加上胡椒粉。大哥，你还没听说过吧？大当家的，城里军警执法处莫处长来看你。好，我马上来。是。啊。老二，这玩意儿也问不出紫罗兰来呀、啊。这个，也许连他也不知道紫罗兰是谁。哦。哼，哎呀，处长，您有什么吩咐，写个三寸宽的字条就行了，怎么敢劳？